晚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啦，咁啊星期一翻嚟，即係俾你晚報啊嘛，身邊有光少啦。今集咧嚇，咁即係阿光少咁啊，可能我哋啲器材，因為星期六啊，我哋即係錄影嘅時候咧，就燒咗其中一部嘅電腦。咁啊，我哋 operator 已經即係漏嘢連嘢就即係搞啦。咁啊，所以今日就係第一次用呢部新電腦嘅。咁啊，希望就即係咁啊，冇咩問題，可以平平穩穩、安安全全啦嚇。咁啊，應該冇事啊嘛。即係暫時睇就冇嘢，咁啊，所以各位咁啊都可以多多包涵。咁啊，今日即係會有光少啦。咁啊，嚟緊譬如即係第三、四節同第五節都有兩位唔同嘅嘉賓。係。咁啊，都係兩位即係我叫做活字典嚟嘅，講好多歷史。咁啊，蘭姐上次都嚟過啦。咁啊，由即係蘭姐做咗幾十年啦。媽咪由香港咁啊做到澳門，咁啊講以前好多話嗰啲社女啊，甚至即係嗰啲。女女啊，點樣被虐待啊？點樣即係喺條街啊？見到你靚夾你上車輪奸你咁啊！即係咁恐怖，即係逼你做雞係嘛？你想佢逃走打到你即係不似巨人形咁啊！都好多呢啲閃啊，同埋去到即係後屘啦啊咁啊嗰啲即係日式卡拉 OK 嚟啦咁啊嗰啲即係大陸嘅佳麗嚟之後咁啊，成個市場點樣變啦嚇？咁啊，今次佢都會即係會繼續講啦嚇，咁啊即係呢啲咁嘅香港歷史啦，甚至澳門嗰邊咁啊又係點啊？因為佢澳門咁啊都做過幾年。咁然後第五、第六節咧嚇，咁啊亦都會有即係一位嘅嘉賓，咁啊呢位嘅嘉賓，咁啊都會講下咁啊，即係柬埔寨點解咁多啲詐騙？因為佢喺柬埔寨做嘢都做過唔少日子，香港人嚟嘅，咁啊甚至喺柬埔寨佢親身嘅坐監經歷，黑肉斷腸歌之柬埔寨篇啊！咁我覺得即係啲題目都幾有趣嘅。咁啊當然啦，即係阿光少啦，今日我哋頭兩節咧都要繼續講翻香港嘅即係新聞嘅。咁啊，先講下嗰啲經濟先啦。咁啊，尋日李家超咁啊就落區施政報告，會搞好多場諮詢啊。咁啊，又話依家香港大致安全平穩啦。咁啊，又話即係嗱經濟轉型咧嚇。咁啊，即係咁啊點點點點。咁我心諗，上年你一樣做咗好多次嘅諮詢，咁上年份施政報告你寫啲乜撚嘢佢出嚟，係嘛？交啲乜撚嘢功課出嚟？好啦，你就隱惡揚善啊！好似即係講到香港都幾掂下，大致平穩安全。又拼經濟呢樣佢嗰樣，由你立23條聽到依家半年啦，你拼咗啲乜撚鳩嘢咧？好咁，我同你講下建制派嘅聲音啦。先呢個葉劉淑儀咁啊，葉劉淑儀咁啊，即係你覺得應唔應頭部啊？係咪啊？即係阿啤你就應頭部嘅，即係又話佢條腿啊、啲身材啊，即係個年紀就唔錯。喂，有冇食過行政會議召集人啊？係嘛咁啊？咁啊，留翻俾你係嘛？不過重口味嘅嘢唔係人人都頂得順嘅。咁啊，葉劉啊嘛，巡視南區啊嘛，幾個嗰啲即係商場啊嘛，發現啦嗱，無論香港仔街市又好，咁啊，置富南區商場都好，海怡半島東或者西嗰邊商場都，甚至黃竹坑咁啊，新嘅就收曬啊，喂，好似都唔掂喎，夾夾埋埋過百間吉鋪，咁啊，先睇第一張圖，咁啊，葉劉咧今次唔知咪食咗成十巨頭沙包，咁啊，佢話啦啊，哦咁啊，即係點解咁多吉鋪咧嚇？咁啊，連啲即係傳統嘅商場都頂唔順，佢話唔係因為你啲人咁啊不想消費去深圳。仲有因為係移民潮啊，同埋人口老化，咦？突然間葉劉咁撚誠實嘅，咁啊阿光少，咁啊你即係都有去觀察下香港嘅即係零售業啊，啲市道，你又覺得個情況係點？係咪即係咁多吉鋪啊？係咪即係咁差咧？係本身經營嘅問題啫。你首先先問翻嗰個業主發生咩事先啦、啊。又或者個管理問題會令到人哋唔想喺度置業。咁你首先你自己去睇翻一樣嘢，今日我自己都有講過。本身啲佢講嗰幾區啊，係佢哋新民黨嘅選區嚟嘅。佢哋自己本身嘅票倉嚟嘅。咁你即係你自己打你嗰區打咗十幾年啦。咁你點解每一而家發生一件咁嘅事？咁你每一年嘅選舉，你嘅口號，你應承人哋街坊所做嘅嘢。一定係嗰啲口號，我當你聽日要選呢一個區，你啲口號啱乜嘢，大家估到啦。一係呢一區嗰啲所有問題選你咧嘅話咧，你一定會解決曬所有問題噶。但係點解十年到而家你會發生？你話人口老化，喂，深水埗區唔老咩？長沙灣區唔老咩？元朗唔老咩？大埔唔老咩？好老啊！但係人哋奇門異事喎，啲街市，喂，調翻轉啦，
咁你南區都有分幾個鋪，咁你鴨脷洲冇問題。嗯。咁你而家仲要講埋香港仔嗰度，香港仔同鴨脷洲嘅距離都好近啫，隔一條街道咁咪到啦。啱唔啱？咁點解人哋啲街市係 OK 先？你首先你要諗下個起因喺邊度。第二，你有冇諗過有解決方法係解決目前嘅經濟問題？梗唔係治理啦。嗯。但你一定有個源頭。喂，如果你出街都有咁多人仲租緊鋪嘅。有很多人就賣餸仍然都是哇要逼入去的，那你想想點解會發生一件這樣的事，會直情真的好像個鬼城一樣。以我所知他走出去，那你衣食住行一定要必須的，你沒理由不要的。那我很坦白講，就是講話香港仔街市，你走你就走出去外面街鋪，很多人買牛肉豬肉菜，什麼原因，為什麼不過條馬路入街市買，你一定要想這件事。即係你葉劉淑儀，你新民黨咁啊話話曬唔好管理啦嚇，咁啊南區都咁多年啦。如果盡係咁嘅成績出嚟，首先你問責，第二粒你行政會議召集人嚟嘅。喂，點解香港出現佢移民潮啊？幾年前你同香港政府講啲咩説話？你前排仲講誒香港啲民主實現完咗啦嚇，誒唔會再有咩長毛啊、黃毓民嗰啲。你講啲咩説話？你對唔同嘅聲音，你有冇包容過啊？點解啲人會移民？你明唔知啊？你不要扮曬唔關你自己事咁啊，仲有咁啊，當然啦，你南區啊咁啊都用唔少中產嘅，咁啊中產的移民的而且確亦都係即係好多啦嚇。咁啊，但係你依然住喺度㗎，佢移咗民都仲有人住㗎，有人入嚟住㗎嘛。即係你問題就係包括人口老化啲咁多年，你政府搞啲咩成績佢出嚟？喂，嗰、那個區你係一定有好長時間交成績表㗎，長期都係你個黨係中嘅。嗯，嗰、那個區係咪先？即係我有啲人你選咗佢，可能時間唔夠，得嗰五年計劃，你知有時遞得方上嚟申請得嗰樣嘢，或者你要改善嗰樣嘢，可能你個任期已經完咗啦。但係佢長期都係佢自己嘅黨噶嘛，佢講嗰幾區啊，咁你冇理由你交唔到成績表出嚟嘅。即係所以話，即係呢啲人，你今日你先講呢啲嘢，係咪啊？即係先講移民潮，人口佢老化，人口老化，你睇政府個政策咯，下一節都會講啦。新加坡點樣鼓勵生育？同你香港政府嗰兩萬蚊，簡直差天共地。好啦，咁啊結果咧，葉劉講啲説話，咁啊即係叫做突然間講，咁啊講真話啦，啊就俾人嘈咯。咁啊俾邊個嘈咧？咁啊話説啊，咁啊即係星島咁啊嘅專欄引述資深嘅政圈人士，咁啊就話啦，葉劉身為行政會議召集人，論調竟然同政府唔同。我心諗，我論調越同政府百分百一樣㗎。我難怪依家區議會咧，咁啊即係收到啲提示啊，即係麥美娟啊啲提示。嗱，你哋啲文件係唔好用要求、反對呢啲字眼，唔改進啊、建議呢啲。我心諗掩耳盜鈴，連反對都唔可以，要求都唔可以咁樣啦，得啦，你咪咩咯？即係廢咗對反對票咯，係嘛？即係反正都冇反對派啦，即係全部人都咁樣諗。總之啊，要清一色單元嘅聲音，係咪要咁咧？連葉劉呢啲聲音都即係容不下，咁啊佢仲要話啦。嗱，即係其實啊，疫情之後啊，全球都面對經濟挑戰啦。港府積極搶企業振興經濟，近日都有大型嘅企業落户香港，直指佢葉劉咁啊，即係放大商場急報情況，隻字不提企業實例，有以偏概全之嫌，甚至話你唔誠實啊嘛。當然，你話香港政府搶人才、搶企業，我想問，搶咗啲咩人才嚟啊？有冇睇東方？即係頭版啊！你高才、專才、優才乜都好。Suppose 你嚟到香港係貢獻香港做嘢嘅，哦你唔撚係嘅，哦你有超過五分之一唔撚做嘢嘅，齋拗你著數咧嚇、啊。有一啲啊扮做嘢，哦我保險經紀掛個名咯，開落幫落公司咯，咁啊中介人咁啊甚至幫你做啲假文件係嘛？即係走嚟魚目混珠，全部佢都有。咁呢啲咁啊，即係我覺得啊，呢建制派又唔可以唔講咯。有企業佢嚟係啊。最近有西班牙企業嚟啊，但係嗰啲租啲租咧，同即係十年前比咧，平咗六成嗰啲租金。咁你唔講衰我啲，即係我就最唔中意嗰啲債友隱惡揚善。好啦，有啲小事唔同佢聲音啫，話知你係戰幾日，係自己有鬥上位、鬥表忠、鬥擦鞋乜都好，連葉劉啊嚇，咁啊即係都要哇受到批鬥。咁啊當然啊，甚至啊佢哋話啦，你葉劉不如咁啦。你有行政會議召集人，有立法會成員，辭職啦你。如果你話你純粹因為葉劉做得唔好，包括喺新民黨管理南區要佢辭職，我覺得合理嘅問責啊嘛。但如果你純粹因為葉劉今次聲音有啲唔同，
即係有咁啊批評政府聲音，你就要佢辭職咧？喂，咁呢、這個咁啊啊，即係唔批評就等於佢冇問題，嗯，係嘛？即係當然啦，嗌救命都唔知葉劉咧。嗱，工聯會哇犀利咯，作反啊！工聯會，喂，工聯會多人，有人喺行政會議啊，佢咁多年，嗯、甚至工聯會都要即係佢辭職咧。話説工聯會上個月訪問咗之後，3000名會員問啲就業嘅情況，犀利啦！零失業嘅會員失業率20%，飲食業超過30%，呢排嗌曬救命嘅建造業都超過30%，咁啊甚至話喂你政府啊，即係唔好即係再輸入外勞啦，不過輸入鹹啊句話啦。咁如果你啲香港人啊嚇翻工嘅意欲係高啊，我哋就唔使輸入嘅外勞啦，而家冇工翻啊嘛。屌你呢個好嘢，呢個局長輸入鹹啊！喂，但連工聯會都嗌曬救命啊！20-30%失業率啊！呢啲業界，喂，唔係西業界嚟喎，建造業、飲食業、零售業，即係啲做得建造業、飲食、零售好多都係香港嘅即係基層嚟嘅。咁可想而知，基層嘅失業率，你話依家係幾勁？咁啊，不過講佢建造業咧，佢前排啊講笑，咁啊建造業嘅即係咁啊事務所商會就寫信俾發展局聯航局，就依家我哋好唔掂啊！要係咁裁員，捱唔住啦，死啦！即係咁啊，冇工程啦，你政府啲項目係咁流標，私人項目咁啊，即係又即係啲人又唔推出，咁啊點算咧？咁啊發展局犀利嘅回應，佢話唔係啊，業界前景依然亮麗啊！咁啊結果即係呢句説話咧，更加刺激到呢班咁嘅建制派。嗱，之前呢扎咧，我唔可憐佢啊，猛咁啊香港由治及興啊，經濟非常佢知道好掂啦，今時今日。咁啊，就屌實翻發展局，喂，已經係最差嘅時候啦，嚇、啊！你同我講明天會夠好，我今晚都過唔到啊，即係我今晚跳樓落個街，出唔到糧啦，已經真係咁啊，好多街數還唔到啊！你同我講咁啊，即係聽日同我講未來佢幾時啊？10年後啊？50年後？1000年後啊？咁啊，仲有個咁啊，即係仲好笑，除咗呢個立法會員林少老之外啦嚇，咁啊，仲有個咩？盧偉國就話。哇！唔想好似千禧年代咁，即係沙士嘅時期啊！我哋再進入10年浩劫啊，即係10年浩劫啊！咁啊，即係嚟佢形容。喂，我想問阿江少咁啊，嗱，建造業咁啊，嗌救命，嗌到連啲就業門唱好建制派，依家都即係咁啊，寫信求政府啦。但政府一句啊，唔係啊，業界前景仲好亮麗，即係咁九唔搭八啊，即係咁即係。叫做耍走你啊！唔係因為佢計嘅大數據啊嘛，你而家仲有人起緊樓啊，冇人會劈曬喺度，冇人起樓啊。個問題個受惠者係邊個啫嘛？停止輸入外勞，一早由基本一開始就唔應該輸入。嗯，因為嗰陣時個經濟，我從來呢幾年有好過咩？嗯，係每況愈下噶嘛。咁你仲要輸入外勞，大家已經諗到個問題喺邊度？你一輸入外勞，唔單止搶到香港人嘅飯碗，你係製造緊另外一個建造業啊，建造另外一個行業啊。嗯。大家會明白咩意思啦，係咪先？咁你啲人係點樣落嚟啊？咪製造咗另外一個機會出嚟咯。但係呢個唔講住。咁你講翻呢樣嘢，令我好詫異就係話喺呢一個時候，琴日嗰個我冇諗到係咁多人全部嗌慘喎，幾個行業真係嗌慘喎，一齊嗌喎，係咪作反啊？咁咪尷尬啦！咁你死啦！咁你下嗰份施政報告，你一定要呼應翻佢噶嘛？如果唔係個諮詢會咪變咗。即係冇咗嗰個效果，咁你死啦！而家翻到去嗰份嚟緊嗰份施政報告會唔會有修改咧？修改之後，你邊個配合你啊？邊個部門嚟？阿江少上屆啲地產商都係咁話要全面撤立啦，施政報告咪又撤一半就算。你撤立講真，撤立另外就有第二個問題，都會有人死嘅原因，因為有好多人喺捱貴息嘅情況之下買樓，你一撤立，咁嗰扎人又係死嘅。你而家個嗰個當時嗰個樓市係去到瘋狂。你而家落又係死，但係更多人負錢慘。嗯，梗係啦，即係香港最弊就因為係依靠地產金融咧，你地產樓價跌30%，基層收入就跌60%，即係令到個貧富懸殊盡係更加之大。其實講到最尾，你李嘉誠話經濟轉型啊嘛，你轉咗你先好講啦。你轉咗型就唔會香港太過即係受到地產金融嘅波動啦。係嗱，衣食住行嘅一樣嘢，頭先已經講咗啦。食嗰度已經有問題啦，飲食你講個比例，飲食業已經好多人去失業，咁已經大禍啦。即係食嘅意欲都低。第二住即係建造業，建造業開工不足已經好大禍，因為佢係支撐住成個香港勞動基階層啊。你諗下一樣嘢，
大把人佢冇，即係佢個知識唔高，佢、可以做啲咩啫？一係就運輸，即係行啦。行而家都唔掂咧，揸的士揾到食咩？你做嘅你做 Uber 勉勉強強揾到份工。咁、你住嗰度已經有問題啦、即係建造業有問題啦、食飲食業又有問題。個情況你問我，你話香港會將來一定會好嘅，我梗係知將來一定會好啦。咁問題我睇唔到佢幾時會好啊嘛，係咪先？你有冇人可以話到俾我聽係幾時會好啊嘛？你有冇策略性係點樣喺唔好嘅情況之下，去盡量將嗰個影響性減到最低啊嘛？冇啊嘛！你而家首先一樣嘢，你唔應該，佢講得啱喎。不過問題依番説話，你應該大大力係早舊年已經講啦。你應該引入咗入嚟先講，即係等於吳三桂引入咗。清兵入嚟之後，連所話應該清朝要退場噶啦，俾翻元朝管好啲，唔可能噶嘛。之前一兩年，你哋點樣講説話噶？點樣説好香港故事噶？你哋嗰時你唱好啊！依家突然間好似個即係如夢初醒，定係依家先即係心急到肉先知痛？你再睇下，因為譬如中小企聯會會長郭志華都話：二十年嚟最差嘅佢情況啊，周街急鋪要政府出招啦！咁啊，當然啦，即係都趁住因為施政報告要諮詢啊嘛。咁啊！依家喂，即係個作反喎，咁仲有連即係建制派林建峰呢、這個，我特別想屌嘅，作為行政會成員，你之前話香港一日自合興啦，好撚掂啊！即係叫你哋嗰啲即係唱反調嘅啊，黃絲啊，唔好格格啾啾，點樣轉個頭又喊？咁啊！依家就話你哋都要俾啲氧氣我哋中小企啊，唔通等啊嘛？即係死咗先俾咩？跟住佢黨友啊，阿盧偉國嗰啲啊，有個佢出嚟嘈。心諗依家真係差撚到咧，係呢扎原本既得利益階層，到依家個都窒窒跳。佢如果針對我，純粹淨係針對佢講呢件事啊，周街急鋪呢件事啊。OK， 從來政府冇干預你嘅市場。你幾年幾多錢租出去係你決定噶嘛？喂，你賺錢嗰陣你又唔係講。而家賺唔到出去，我想問一樣嘢啦，你試下你個租，如果去到某一個水位，其他人都租得起嘅，點會唔做住生意先啫？正所謂做生意有供又有受噶嘛。你短期租約兩年，你都如果你個租價係合理嘅話，仍然有人租噶喎，點會冇人租啫？係問題又話你係唔捨得以前賺嗰橛錢啫嘛。關咩事啫？係咪？咁啊，即係我覺得依個即係有咁耐風流啊，有咁耐即係快活啦。你賺嗰陣有冇講過啊？再睇新嘅數字，破產管理局咁啊，呢張同志捉住先，我講咗破產管理處先。七月份啦，咁啊新嘅數字啊，破產呈請總數780宗，咁啊比上六月多咗78宗，咁啊唔係比六月多78宗，咁啊比上年同期多咗17%。而法院頒布破產令809宗，按年上升54%，按月上升143宗，即係每日平均26宗啊！破產咁啊，即係頒布咁啊，清盤又點咧嚇？咁啊，法院發出嘅清盤令咁啊，73宗，較六月升咗啲，不過啊，按年上升1倍，一倍咁啊，清盤破產依家啊！咁啊，數字都非常之即係高啊！咁啊，再加埋咁啊，樓價嘅續跌啦，咁你陳茂波仲要吹啊！我七月時候，咁啊，全面撤立之後啊，個樓市好掂嘅，結果依家就話俾你聽啊，繼續跌咁啊，跌咁啊 ，CCL 指數跌穿140咁啊，比2021年8月咁啊跌咗27.幾%。咁啊，仲要咁啊，講下海王觸電。嚟緊有兩間分店咧，執笠啦咁啊！你知海王粥店多啦，雖然係你有冇食過？哇！都唔幾多年冇食喎，我唔出喎。即係味道講真係見仁見智啦嚇。咪當飛機餐咯，係嘛？但係佢又唔算好平。維生食物都唔平㗎。海王真係又唔算平喎，但係啲質素普普通啦嚇。咁啊，連啤梨中意薩尼亞都要執兩間佢分店啦。咁你話連佢哋都即係捱唔撚住？系，咁啊，再睇頭先嗰張郵輪嘅碼頭，系，哇！呢個啲記者又去實測，你失年年都講，咁又係咁啊，得即係嗰啲已經係十室佢九空啦。咁啊，成個八月啊，得兩班郵輪。我記得我即係上年講，喂，上年新加坡開始開放俾國際郵輪拍翻嘅時候，即係前年，你香港政府好跟啦。係，我有啲郵輪公司即係皇家加勒比啊，寫埋信俾香港政府，喂。你幾時開翻啊？咁啊，等我哋喺你即係咁啊，即係拍啲遊輪嚟啊！當時香港政府過咗成個月都唔復人哋，係結果人哋就咁啊將
即係呢個咁啊亞洲咁啊嘅總部移去新加坡。嗯哼，依家新加坡一對比，一到暑假人哋遊輪就多你香港唔知 N 咁多，你就成個八月得兩班。搞到嗰啲食肆啊，咁啊商鋪一日執笠，食肆就自救，咁啊做啲團餐咧，以前土瓜灣嗰啲咧，即係幾十蚊一個啲團餐，再唔係就招呼隔離地盤嘅工友，如果地盤咁啊冇嘢做咧，連工友佢都冇咧，就真係佢停執。咁啊郵輪碼頭搞咗成十幾年，唔係有客嘅時候有交通應付唔到，一係平時冇客，又話商場又話會即係出招，又話搞咩市集，結果冇一招點，到依家繼續啊，即係郵輪死城。即係你見香港政府係楊勇同你又做緊啲乜？我真係唔知佢搞乜。譬如你再睇一張啦，旺啦，邊度啊？深圳旺咯。係。你睇下人哋蓮塘口岸初初咧，咁啊一啲都唔旺嘅蓮塘口岸。即係你調翻轉，你嗰個一定係死嘅。唔係最尾一張。你起咗個郵輪碼頭出嚟，你自己你冇配套落去嗰度，你去嗰度又唔係算方便，嗰度亦都製造唔到人流。你就算啊，免費俾你租個鋪喺度買嘢，你都怕驚熄燈油火蠟啊！係啊，即係你可以見咁啊，人哋旺喺邊度咧？蓮塘口岸去旺啦。咁啊，初初即係當仲有健康碼嘅時候咧，佢都係死嘅。一唔使健康碼，旺到依家買餸啦，嗰啲全部咩斬燒味啊，咁啊依家都去曬佢即係蓮塘口岸。咁啊，你話死唔死火？即係通咗關就旺啦，就旺深圳。你香港咧？點解香港第一有消費能力嗰扎又俾你激到個移民？嗯，留喺度嘅又因為你啲經濟差，你政府啲政策不善，咁啊啲收入就大降，消費力就大減，有錢都留翻去日本使，去深圳使，咁啊因為平啲係嘛？再唔係你睇今日東方嘅頭版，咁啊我出下東方嘅頭版，哇犀利咯！灑向愁城都市怨，咁啊講緊尋日李家超所謂落區嘅諮詢。哇！諗住即係通常有好多都建制派佢自己嗰啲油啊，撐政府啦。我屌你個個都喺度即係屌撚到咧嚇咁啊！即係個個都喺度即係嗌慘啊！咁好似羅生講，我哋即係做證券嘅業界依家嘅情況係前所未見㗎。哇！過去幾年嘅雙位數字嘅倒閉啊啊咁啊，然後阿搬山就話啦，唉咁啊。即係又講住屋嘅問題，周小姐啊等等，咁啊李先生就話：，哦咁啊又有嗰啲咁啊，即係市區炸彈啊、舊樓啊多啊、維修差，總之千瘡百孔，經濟、社會、民生咁啊都咁撚多問題。我想問李家超上台都超過兩年啦，即係咁啊佢哋又即係做緊啲乜撚嘢？你就睇今日東方嘅頭版係嘛？即係你都即係你政府之前之手，但係反而大公報唔係喎，大公報仲喺度即係唱好喎，即係平衡時空。係。咁、你譬如話你講啊，大公報嗰邊啊嘛，你話明年經濟會比今年好。講啦。咁首先我哋就頭先所講啦，希望啦。即好坦白講，你係我哋嘅特首，我哋一定要相信你嘅，係咪先？咁我可以相信邊個啊？係咪先？你即係大家都希望係咁嘅。佢上年啊，就話今年會好啦，好撚咗邊撚到係嘛？即係等於沈大師話啫嘛。恒生啊，年底啊，上年就四萬，今年就褪到今年四，你老母使萬咩？你話唔撚掂嗰啲咩美國、日本就人哋就四萬啦，屌你老母！嗱，我哋每一次嗰、那個譬如近呢個25年咧，或者30年咧，由呢、這個金融風暴開始，跟住到去2003年沙士，再經過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，再到呢、這、一個另外一個疫情2019年。我哋經歷過5至6個浪出嚟，每一次嘅調整期都係屬於3年內。咁呢次我哋梗係好似仲大鑊過上次嗰6行。咁啊，所以我都希望，如果佢能夠可以出年轉好嘅，我都期待嘅。真心嘛？不過睇即係而家香港政府同埋睇啲。即係睇唔到有咩因素突然間出年會突然間轉得。你一定要講到俾我朋友知你個策略性係點樣。你睇下，當你零售業都唔掂，你連消費券都唔肯派，都唔好話佢回水，即係退錢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你真係，然後呢度又唔知啊，呢度啲泳會又唔知啊，啲殭屍會又使你幾撚多錢，嗰度又唔知點樣佢大發。係啊，然後呢後要使嘢又唔肯使。佢話我唔好呃自己，喂，唔係可以點啫？我由節目開始第一段已經講錯啦。
個問題又可以點做啊？一係咩咯？即係咪先？我第一句節目開始，第一句已經見到喎，我係睇唔到啊嘛，係嘛？李家超咁，如果我喺睇唔到嘅情況之下，你俾到個希望我，我梗係收噶啦，係咪先？咁即係企硬個李家超，係你哋誒悲觀啫，由自及興都唔知幾好啊！真係屌你老母！嗱，我哋下一節啦，咁啊翻嚟啊，咁啊繼續講下唔同新聞，包括啊寶蓮子啊，係棄狗事件。OK。